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想，对于这个停经期前的妇女来讲起来，这永远是有一些烦恼的根源。有一些症状比较严重啊，肚子痛的一个情形啊，会比较明显。那有一些出血量可能比较多的情形，也会造成贫血的这个状况。那有时候她来这个时间的一个好像不是那么样的规则的时候，也会引起很多的烦恼，甚至于不来。这个烦恼可能更大，有没有什么这个状况会造成他突然间，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有竟然没有月经的一个没有经期的这个状况，会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这个女生的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这个情形啊。好，这个很多的女生啊，事实上好，就好像是李清照写的这个词里面所代表那个人物啊，真的是忧郁啊，这个烦恼事情是蛮多的。那李清照因为她先生啊，赵明诚啊，离开她。到别的地方去啊，因为公家派到别的地方去，分隔两地啊，相思之情啊，蛮严重这个情形，他就写了很多的这个词啊。他说：“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在黄昏的时候啊，这一个人非常难过，所以喝了一点点酒啊，有暗香盈袖。”暗香就是花园里面飘来的这个菊花的那个香味啊，充盈在它的一个四周啊，虽然这个看起来景象是蛮舒服的，蛮让人家愉悦的，但是心情显然呢因为心境的关系啊，不受这个外界环境的那样的一个正面的影响，还是非常难过。所以他接着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忧郁指数更加增高的情形啊，莫道不销魂呐、啊，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啊。莫道不销魂的意思是说啊，你不要讲说周围环境是这么样不错，所以啊，你不会烦恼这些事情啊，不会因为这些忧愁啊而来增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负担，会的，一定会的。所以呢，这个心境上影响以后，自己身体的重量也跟着影响。所以帘卷西风啊，西风啊，把这个帘子啊给它这个吹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帘子本身重量很轻的那个状况，也把那样的东西投射到他自己身上啊。人比黄花瘦啊，这个风啊似乎有它的力道啊，这个人啊比那个菊花还来的瘦弱啊。为什么？因为思念啊。所以这女生啊真的是蛮辛苦，古代是这个，现代应该也是这样子啊，人比黄花瘦。不过现代人啊大概反倒觉得人比黄花瘦还来得好，人比这个其他像这个健康的女生所展现出来那样的一个风影，讲起来的话，她选择应该还是这个，是绝大多数女生她的共通有的选择。这是对的选择吗？在现在，也许我们应该要做正确的判定，黄花瘦也不好，但是体态丰盈如杨贵妃，这个似乎也是不好。所以在赵飞燕跟杨贵妃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啊，才是现代女生啊该去追求的。但是呢，假如在古代，大概没人会想这个，尤其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没人会想当这个瘦弱的女子啊，理由在哪里啊？生命攸关啊。为什么生命攸关呢？女巫啊，中世纪这个很恐怖的一个时期啊，那时候有很多，譬如说传播一些认为邪说异教徒，那么送审以后，宗教审判以后，很多就会把它取定名，诊断是罪名是女巫啊。女巫有的就是把她吊死，有的是烧死啊，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啊。好，因为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认为这个女巫啊就是受到这个魔鬼的影响，所以把这样的一个毒素啊散播到人间来，这个是一定要除之而后快，所以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罪犯，那一定要绳之以法，把它烧掉，把它吊死，很恐怖。可是底下都会喊冤啊，我哪里是啊，我这个就也没讲什么样的一个话，只是别人来这个诬告栽赃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那时候法官呢、怎么判定，很难想象啊。量体重，为什么量体重可以来判定她是不是女巫啊？理由也很简单，女巫要骑扫把，所以太重的时候扫把会骑不上去啊，会摔下来。所以你看胖一点在古代是不是比较好，瘦的话你百口莫辩啊。再怎么样子，他就说你体重这么轻盈，显然你晚上就是骑着这个扫把到处去那边也许串联黑暗势力啊，所以还是活在现代比较好一点。不过要不要那么瘦呢？现在人啊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对于身体的一个形象上
过度的受文化等等外来文化的这个影响以后，很多的女生啊会对她自己的一个形象啊有超乎寻常的不合理的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对身体其实会造成影响的，这就是所谓的厌食症啊。这些年轻的女生为主啊，那么她对自己总觉得她设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 BMI 值是远低于正常健康的 BMI 值，她也不一定说是用 BMI 真正来算，她就弄一个，譬如说40公斤、30几公斤，哇，这一般女生160几、170的，这个绝对是不够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标准是错误的，所以对他的食物他也都会哇这个非常注意啊，到底这个热量是怎么样子，然后也在行为上有很特殊的点，就是过度的运动，吃的很少，运动量非常非常多，然后如果不小心啊，真的是克制不住吃下去这个东西以后啊，哎，这个总觉得心理上很难去调试啊，所以呢他会用什么方法把它挖出来吐出来的一个方式啊，挖喉咙让它吐出来方式，或者使用泻剂利尿剂的方式啊来排除他认为这个是多余的一个热量啊，所以这个行为上也发生一些影响啊，这个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影响是更大的，因为大家不要想只是体态的影响而已啊，这个身体的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心脏功能也可能受到影响啊，他本身的一个头晕啊目眩啊，这个头晕啊无力啊怕冷啊等等的状况也会非常明显，甚至于血压也会偏低，甚至于也可能产生出贫血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心律不整的状况，而这些严重的甚至于可能致命的这个问题会产生，头发也会秃掉发，或者是毛发变得很细的这个状况啊，另外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经期的这个问题啊，甚至于没有月经的这个状况也会产生出来，因为这些荷尔蒙的影响跟我们体内的营养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新陈代谢的一个平衡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有影响，吃进去东西太少，养分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该进行的这些动作排卵然后子宫内膜的这些增厚等等这个动作它就没办法进行啊，于是就可能产生根本就停经的一个状况，而且年轻的妇女啊这个等等这都是可能是致命的一个影响，那么也有一些影响肠胃道，因为她吃的东西少以后会产生什么状况，吸收的少，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营养状况比较不好我们也可以理解，另外便秘也可能产生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到这个地方形成粪便了，所以长期的便秘也可能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厌食症产生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像这个，这是骨质疏松啊，这是骨质疏松，所以表示说我们的骨头它不是一个恒定的一个状况，不是说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这个骨架就已经是完全正常，完全发育得很好。它还是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代谢，刚刚看到有一些这个食骨细胞把这个骨头吃掉，然后造骨细胞再造就新的骨头，但是呢营养不够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骨质啊密度就会从原来的这个健康状况变成这样子，这个就是提早的老化，所以厌食症也许想到的只是说哎我们怎么保持这个年轻啊，其实内在里面看起来包括我们从刚刚的生殖系统的这个状况，骨骼的系统状况，或者是肠胃道的状况，这都是提早让它老化的，而这些累积的结果甚至于可能致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看到周遭有人这样的时候，这个还是要治疗啊，这个不是只是劝说而已啊，还是要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啊，甚至于身心医学科的医师啊来帮忙，不然的话有时候他自己很难可以逃脱出来，不过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啊看到那样的一个影像啊，心中还是要有一把尺啊，杨贵妃是不好的，赵飞燕当然也是不好，所以一个健康活泼知道吃什么，尤其是健康饮食素食啊，这是更重要的观念，感谢收看，再会。